女朋友不能被触碰的领域。宝宝，你手机响了。我很累，帮我看一下。拍男友屁屁时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不知道男人的屁股不能随便拍吗？真是的。再拍一下，再拍一下，再拍一下嘛。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孤独拥挤，迎来的低头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那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两人的自拍在朋友圈爆晒，我不是故意偷听到你们的对白。冷啊，抱着睡。我趴到男友肚子上时，当我睡前亲了女朋友几口，
啊啊啊啊宝宝形容我晚上睡觉时不过电话时代再不会叫我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能够懂人实际我晚上睡觉时雪花飘飘被风笑醒什么女生睡觉喜欢加被子、啊我太难了。如何让男朋友瞬间？Say, hey, now, baby.